帮我告诉我男人，让他不要太辛苦啦，兰兰本人会心疼的。你在干嘛？你那边好像很吵。哦，我在回家路上呢。那回家早点睡觉。放心吧，我会替你照顾好你的巴拉美人的。拜拜。你醒了，我走了。你不准走！你说过你不走的。你伤也退了，我回学校还有事儿呢。如果你真的害怕，就回老家待一阵子，要不，让你爸妈来陪你。我谁也不要，我就要你陪我。我上次跟你说的，是认真的。我一天没吃东西了，你再做一顿饭给我吧。我想吃你做的西红柿鸡蛋面。江角，最后一次，我去买菜。知道答案就在你掌心。唱不错哦，谢谢。下回我们这儿又捧你场，看好你啊！对对对对，加油！谢谢。老张，这两天歌唱的不错啊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就正式成为我们酒吧的驻唱歌手。谢经理。好好表现。我会好好表现的。黎巴拉，挺嚣张啊！想抢我们老板生意啊？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？过来！今儿我不教训教训你，我就是对不起你。记住了啊！你给我小心点儿。Thank you.
喂，请问是李二小姐吗？对，我是。黎巴拉是你的朋友吗？嗯，我是他朋友。他被人打了，现在需要送他去急诊室治疗。喂，他怎么样了？已经转入普通病房了，就不用担心了。情况已经好转了。那他伤得严重吗？人清醒了吗？伤得挺严重的。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做的，下手那么重。这么严重？那个，不过没有毁容。那会有什么后遗症吗？后遗症医生没说，医生说只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就可以恢复。那有什么情况你要第一时间告诉我。你放心吧，你高三了，这是非常时刻，你一点都不能分心啊。有他，谢谢你。我应该做的。你可以再帮我一个忙吗？Hello， 亲爱的，你还好吗？我很好啊，这点小伤怎么能把我打趴下？就是那群王八羔子竟然敢偷袭我，最好别让我找到他们，不然他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幸亏姐机智，怀里刚发的工资还是保住了。巴拉，你真的还好吗？喂，巴拉，你说话啊，你怎么了？我好痛，这耳朵。浑身都痛，北京真的让我觉得好累。但我不能就这么忍受，为了他，我不能低头。你不要这样。小耳朵，你要帮我保密，不要告诉他。上课啦，上课啦。同学们，我们先看第一小题，因为 BC 平行于 B 撇 C 撇。那么由定理一得知 ，AB 与 B 撇 C 撇所成的角就等于 AB 与 BC 所成的角。那么 ABC 呢是九十度，所以推论出 AB 与 B 撇 C 撇所成的角就是九十度。大家都明白了吗？
带你回去吧，能够照顾好自己。谢谢你来看。对了，请不要告诉张扬这件事儿。你躺着别动，我在煮粥呢，马上就好。我不是让你别动吗？你不是回学校了吗？我看你翻来覆去的，睡得很不踏实，我觉得还是留下来陪你比较好。来，喝粥。金汤刚煮完，汤吗？啊，多喝点。好像蛮好喝的，来，再喝点。瑞阳的事儿有眉目，他问题不大，应该下周就能出来。是吗？哎呀，太好了，谢天谢地。好了，就别多想了，赶紧把身体养好。你好，我妈今天怎么样？挺好的，跟人聊了一上午呢。跟谁啊？这个不知道哎。一会儿你先走吧，小易来看我，我怕他撞见了。好，我觉得许一这孩子现在挺懂事的。我一直盼着他跟小燕儿能和解，毕竟是两兄弟。也是。你是谁？啊？哎，你是谁？小燕，你干什么？你要不要脸？我爸还在里面关着，你跟这男的什么关系？小燕，你别误会。这里没你说话的份。还有，刚刚说我跟张扬是两兄弟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！小姨，你听我解释呀。解释？你不觉得你很不要脸吗？徐，你怎么跟你妈说话呢？我怎么跟我妈说话，轮不到你这个外人来管。小姨，你住手！你干什么呀你？你干什么呀你？米轩，米轩，哎，医生。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！你找谁？我找许毅。
许毅啊，他回上海了。谢谢阿姨。快请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来了？我来看看你呗。我有什么可看的？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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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你们男生宿舍怎么那么简陋啊？男生宿舍就是这样。哎，你别！哎，对不起对不起。哎，你朋友？真漂亮啊！不好意思。我叫蒋蒋，刚才不好意思啊。没事没事没事，这我自己修。刚才被美女偷看了一下。哎，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啊。那你觉得我漂亮吗？漂亮啊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学校的女生一个比一个漂亮，个顶个的。你女朋友包在我身上，你呢以后就帮我多多照顾张扬，怎么样？好。行吧。就那么说定了。这么说定了啊！啊，哎，就这么说定了啊！哎呦，这帘子呀！你找我什么事儿？没事就不能找你？我的事情不用你关心。你要是好好的，我也操不着这份心。你现在怎么了？你看看你。马上就要期末考了，我很忙。你忙什么呀？忙着照顾那个拖你后腿的黎巴拉是吗？多好的留学机会你不要，你考试你也不去。我没时间。你这些时间都用来干什么了？你现在连打工也不去了。我的事情需要向你汇报啊。张扬，你变了，你真的变了。原来那个想方设法都要往上爬张扬去哪儿了？我没有，我该走了。你为了黎巴拉这样堕落下去，你值得吗？那是我自己的事。我不会放弃，我会等你的。等你吃了黎巴拉的亏再来找我。以后别再约我来这种地方了，我挺不习惯的。你知不知道他为了你，连去美国交换一年的机会都不要了，现在连工也不打，还要养你，他哪来的生活费呀？这是我们俩自己的事，和蒋大小姐你没关系。你到底要害他到什么程度才肯罢休？你放心，我会替你好好爱他的。我希望你是真的爱他，不是在害他。店长，真不好意思，我后天晚上要考试。
所以不能来上班了。你能不能帮我找个人替我一下？我知道最近我的事情是比较的多。好的，谢谢店长。那下次你缺人的时候再给我打电话。在北京这么大的地方，想出人头地不容易，而我可以少让他奋斗20年。我希望你是真的爱他，不是在害他。螃蟹怎么卖？螃蟹啊！啊，螃蟹老锅还要原来那价呗。好，那也来2只好了。好，来点螃蟹啊！啊，来。我自己挑好了，我自己挑。你自己挑啊？我自己挑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好。啊，这个好吧？啊，好。你看这多大个儿？啊，这肉绝对保证好。你再来一个。好。好吧。啊，两个够了。两个够了吗？够了。嗯。你再来点啊！不要了。不要了啊！够了。那我给你装上。好了，拿走吧，送你了。那么大吧，谢谢老板啊。走吧，走。老婆，你回来了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哎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舒服了？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可能有点晕船吧。我以为你就去一两天呢，没想到去这么久，打你电话也打不通。这不是回来了吗？事办完了。办完了。不出去了。不出去了。那你说的那个话，没有反悔吧？我怕你反悔。我当然不会反悔了呀！哎。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啊，我不会勉强你的，心甘情愿。啊？傻吗？哎，老婆，那好，那么久没回来，真的，你不骂我，我这不说我痒啊。上哪儿野去了？这么多天也不回来，我以为你死外边了呢。没死在外边，回来了。
回来了。哎，我不在，歌迷朋友们很想我。想听真的吗？自从你不来唱歌以后，我的生意好多了。你妈妈马上回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听说，她跟那个老外做服装生意，挣了不少美金，还在海边买了房。看来这次是真要带你走了。谢了，我去美国能干嘛？那别费这番心思了。你听表哥一句劝，做人别那么犟，为难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我比你了解他。他要是能带我去，他八百年前就带了。他心里面只有他自己，别人都是个屁。你脸色不太好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晕车，一直没缓过劲来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还以为我看错了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昨天。我在这儿等你半天了。你怎么找我回来？直觉吧。怎么啦？不开心啊？你把我的面吃了，吃不下。发生什么了？有什么事你不要瞒着我。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你要先听哪一个？好消息，我和张扬分手了，这一次是真的。那坏消息呢？我怀孕了，孩子是他的。那他知道吗？那你告诉他呀。我告诉他有什么用？我和他是没有未来的。那个混蛋是不是又伤害你了？是我自己想清楚了。像我这样的人，是不配谈什么梦想。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？没什么，我就是觉得自己现在特别没用，特没脸没皮，特别的二百五。你听好了，你是我最最最重要的朋友。不准你这么说自己，忘了他，一切从头开始。
在吗？没事，我不怕痛。我们走。你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啊？我错了。他也是条生命，我没有权利杀掉他。可是，你打算独自把他养大吗？没有什么不可以啊。可是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没有爸爸的孩子很可怜啊？我从小就没爸，后来妈也没了，不也一样长大了吗？我已经想好了。我一定能和我的孩子成为好朋友。我要尽我所能给他最好的生活，绝不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离开他身边。我要做世界上最好的妈妈。夏尔顿，你相信我吗？别碰我的衣服和鞋子，很贵的。贵贵，我没见过，活该贵。女儿可以走。又会说鸟语了是吧？会说鸟语有什么了不起啊？走到哪儿你也是克夫的货。你说什么？克夫？走，你给我走。这个人就不可理喻，不要脸的。哎，你赶紧走，我报110了。哎，你赶紧给我走。哎，去。四郎的心地怎么会？爸，你快回去吧。你不能感冒，别忘了你肚子的孩子。你知道那种无家可归的感觉吗？算了，你不知道。你回去把面上给……你别任性了好不好？刚才那个女的她是我妈，很好笑是吧？一别十年，这就是她给我的见面礼，生怕我在街坊邻居面前不够丢人。要不你去我家坐坐吧。算了，我怕吓着阿姨。不会的，她人很好的。回去吧，明天上课。妈妈，你去我家了。你走吧，我会帮你看好他的。加葱加辣的，吃完我带你去网吧玩玩。他不能太累。我怎么能让他累呢？我心疼他呢。啊，走吧，走。我真的很担心巴拉。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命运？如果巴拉和我交换家庭，是不是也会交换不同的人生？来，看看，水电费什么的我都交了啊，你就踏踏实实在这住吧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是住在这儿，你妈保准找不到你。你要是不想出门啊，我给你送个一日三餐，好吧？我有个事儿跟你说。你说。这小阳台不错吧？我怀孕了。你怀？不是你开玩笑的吧？你把这儿借我住。我把孩子生下来，回头打工挣钱还你。谁干的？你别问了。不是谁干的呀？妈，你别问了，没听见啊？我还不能问一下谁干的？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，我就想生个孩子，谁阻拦不了我？不是你想生孩子没问题啊，你可以告诉我呀，我完全可以配合你做这件事情啊。咱们俩慢慢的把这个事儿一步一步的就办了。你现在弄的这事儿，你像什么？你把我当什么呀？
算了，你们这男都是一样的，嘴上套心里套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别管我。好，我管你，我不仅管你，也管你肚子哪个。好了吧？你是不是傻？认识你那天，我的 IQ 就被刷爆了，到现在也没充上值。对不起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不说这个了，越说越闹心。钥匙。你要踏实在这儿住吧，回头有时间什么的，我还给你做个饭。你看你的房间怎么那么乱，一点都不像一个女孩子的房间，我给你收拾收拾啊。这就这么多年没见，你要跟我讲的第一句话？哎呀，你看你穿的怎么一点都不 fashion。 我送你件礼物，这个是奢侈品牌里面最好的，你看妈妈买的这条丝巾戴起来特别的 fashion。 来，我给你戴上啊。来，你干嘛？巴拉，别闹了，妈妈这次专程回国就是要带你去美国的，你一定会喜欢美国。美国真的很好。美国，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这里不欢迎你。你这个女人脸皮怎么那么厚呢？走走走走。哎，我这衣服很贵的，你不要捧。对，我们这小院容不下您这尊大佛，你就当没有这个女儿，我也当没你这个妈。巴拉，巴拉，你怎么能跟妈妈这么说话呢？哎，巴拉，你瞧瞧你怎么照顾孩子的，年纪轻轻的身体就这么不好。你说我呢？啊，这么多年要不是我能把他抚养成人吗？恐怕他早就死了。你好，你拍拍屁股就去美国了，现在回来反而指责我，你有脸说吗？你可别忘了，当年可是你把我赶出去的，不是我心甘情愿自己走的。你不要脸，你快滚吧，快滚吧！你们爹俩的事儿我不管了，以后少打扰我，爱怎么地怎么地。恭喜你啊，你要当外婆了。巴拉，你怎么了？老太婆，巴拉晕倒了，快叫救护车！